大家好，为各位介绍下面这样商品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商品，我们之前有拍过影片哦。然后马来西亚，我们这次在应这个同学哦要求，我们一定要拍他的车。好，那我们就这个有个同学不太想露脸，但他却很想他的爱车出现在麦格叔叔的这个影片上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来特别看一下。那这是一个 EPIC 所生产的一个挂钩。那 EPIC 我们特别来说一下哈，有人觉得什么品牌什么品牌是不是非常重要？其实像 EPIC 它是专门比较属于做这个百货的一个厂商哦，它可能不像做避震器呀、哦等等的这个品牌这么的强烈。那事实上呢，像 EPIC JS 哦等等，它其实呢是在我们国内已经超过30年，甚至应该有40年以上的这个老厂商。其实呢，在当年呢，几乎你有玩车的人，几乎没有人没有用过 EPIC 或是 JS 的一个商品。那当然 ，EPIC 早年还是叫 EPIC， 那像 JS 它以前叫 POP。哦，那这个都是题外话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那就 EPIC 的这组拉杆呢，我们特别来介绍。那这组拉杆是麦克叔叔我认为市面上最好用的一组挂钩。好，我们更正一下挂钩。那挂钩的部分呢，为什么会最好用？我们看一下，像这台车是 BWS 啊，那 EPIC 所生产的挂钩这一组呢，它这个是在印象中我记得是在去年推出来的，哦，去年推出的东西。那为什么一认为它很好用？第一个，它整体的外形不会太突出，它虽然是有一点哦，跟一般的这个鹰爪挂钩差不多，甚至比它再小一点点，但事实上呢，它不会太突出。第二个，造型中规中矩，造型中规中矩。然后第三个呢，我最喜欢的部分，它挂钩，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一下好了，它挂钩在这个部分的密合度非常好，像 BWS 可能还有一点点空隙在。当然你像四代的部分它或是 Force S Mate 它贴得更紧，那当然你说完全要贴到呢，那事实上没有这个这么重大重需要的一个必要了。那如果说像这个部分贴的，你看我，然后它最棒的就是我这里按下去它就可以跳开来，哦，压下去关起来，然后这个压下去跳开来。当我们的东西挂在上面，那不管你怎么做，像市面上有什么深挂钩啦，什么各种挂钩的，你会或许会大概都这个角度，哦，大概都这个角度，那你会发现一件事哦，你不管怎么挂，它一定还是会跳出来。哦，事实上，除非你挂比较短的，我所谓短的可能挂到一半，哦，我们把它挂到一半，那为什么？因为它有重量 hold 着，所以它还是会挂在上面。但是我们现在今天最常遇到的情况就是东西比较大件。那我挂的时候呢，是放到地板的。那我前面这个挂钩的地方呢，是零零，是松松的，所以你可能要在上面缠个两圈。但骑一骑，震一震的时候，它可能会掉。那但是像这组挂钩的好处就是，不管你是挂在悬在半空中，或是你接触到地面，挂钩的部分是属于松的状态，你只要盖起来，哦，基本上我从来没有遇到会掉的一个状况。哦，尤其是 BWS 啊，算比较有一点点在2mm的一个缝隙的。但事实上，像近战跟 Force S Mate 这些，甚至像 EPIC， 它的制作可以抓到1mm 左右的一个缝隙，你怎么样都不会掉出来。那取安装都非常的，安装也非常的简单，跟原厂一样的固锁的一个方式。那我们拿东西或是掉东西很简单，第一个打开，挂上去。压下去，它就扣住了。那你时间到了，你地点到了，你到达目的地了，你要拿起来了，很简单，压下去，那你挂的东西就可以拿起来，非常非常的方便。那 EPIC 很棒的一点就是，它也考虑到说，一般你要功能性的挂钩，哦，那基本上会变怎样？会变比较凸出来一点点，多多少少都会。我们不管是市面上各个品牌，或是比较之前流行的鹰爪挂钩呢，它多多少少都会比较突出一点点。那但是鹰爪挂钩它是比较有棱有角哦。那我们以鹰爪做举例哈，因为现在大部分全部都比较常看到，可能就是淘宝货比较多哦，然后比较有棱有角。它事实上，尤其
有些厂商做的，那不一定是这个淘宝或者说比较东南亚哪边弄进来的话，它比较有棱有角，它没有修边，那事实上它蛮锋利蛮锐利的。那最常遇到一个情况就是太凸出来，我们脚要上车的时候会去撞到。那 EPIC 其实在设计上的时候呢，就有考虑到这个点，所以它这个地方呢是做一个飞梭的造型缩起来。第二个，我不知道这样看不看得出来，它旁边全部都是跑球刀，然后全部都是有做一个倒角，非常算非常大的一个 R 角的一个的角度在这边哦，所以呢真的万一不小心我上车去撞到的时候，比较不会这么的痛哦，比较不会这么的痛哦，这个真的是还蛮贴心的一个设计。那像这个同学，事实上我们透过镜头应该看得出来，他用蛮久了，他都用蛮久了啊，所以呢，基本上所有的功能性都还非常的棒。那螺丝的部分跟压的开关的部分，全部都是白铁螺丝，也不会生锈哦，然后非常的强韧，非常的坚固哦，铝合金的。那台湾的做工，台湾的阳极哦，都还蛮耐用的。然后光听声音。我就非常的扎实。那多种颜色都有，黑金、黑色、金色、红色、蓝色。那还有一个是美国队长的配色，就是蓝红配哦，蓝红配。那喜欢朋友们可以参考刚刚到麦克上过机身名的做一个选购，像常见的三代、四代哦，然后这个五代，然后 Force、S Max 哦的部分呢，那基本上呢。多款车型都有做对应，详细的车型也可以上我们的拍卖网站，我们的网页去看，会更加的详细。喜欢朋友们参考看看，我到麦克仓库接金明来做个选购，谢谢大家。